为什么很多聪明人一辈子还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呢？聪明人其实是非常善于寻找最优解的，但是最优解分为两类，一类是局部最优解，一类是整体最优解。那局部最优解就是指我在短期之内我付出了什么，我就可以获得什么。那这种短期的一个循环其实是非常厌恶风险的存在的。那我希望在我投入过后可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确定的回报过来。那权衡利弊之下，我自然不会去让我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投入到一件非常长期里面的事情去。这样的人虽然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长期的价值规划，但是你说他不聪明吗？那很多的聪明人他就是这样的呀。那而且他非常善于去找到让自己获得快乐的那个平衡感，就是我可能不需要太多的钱，我只需要我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就满足了。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整体最优解。那整体最优解的话呢，这个所依赖的东西就多了，那起码会依赖你的环境和你的资源。环境这个东西，大部分人生下来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你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环境下，在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去学习进步的环境下，你是很难独善其身，自己一个人投入到进步的过程当中去的。就像我们很多人减肥的时候，会让周围的人也不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一样，不吃火锅，不吃烧烤一样，因为大家一吃你就是忍不住啊，就不要低估了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出淤泥而不染，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太难做到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资源上嘛，你想要去构建你的长期价值，对吧？你想要有一个整体的最优解，你可能整个周期会拉到5年、10年、15年。那在这5年、10年、15年之内，你会不追求回报吗？你也会去追求一个个短期最优解的。那最后，你的短期最优解会不会影响到你的长期规划的方向？这个就难说了。你有没有足够的钱作为一些储备，然后能让你持续的去提升？那我们想要去学习知识，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花钱的。那我们想要去找到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快速进步，但是它的让你赚到的钱又很少，你会不会去做选择？当你要去投入到一些项目里面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些资本可以拿得出来，让你自己参与进去？那这都是一些，那这可能是直接金钱上的资源，那还有你人脉上的资源呢，越来源于你这么过去几十年的积累了。那你的环境不好，意味着你的资源可能也都一开始不会特别好。其实说从一个社会的最底层，你往上走一层，哪怕是一层，都是非常艰难的。那我们说一定要实现一个阶层的跨越，才能算得上是人生获得了成功吗？也不见得啊。有很多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们可能对于这方面的追求和我们普通人也不一样了。那所以说，聪明人你看他聪明到什么样的份上，他的聪明的程度是支撑他在做个人最优解还是整体最优解。那个人最优解好做到，他也很容易找到内心的平衡，那是整体最优解就会依赖你的环境、资源、胆量、运气等等等等，他需要的就多了，最终能够实现的人也一定是特别特别少的少数。那但凡出来一个这样的人，那去讲他的故事的时候，都会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反而让我们觉得好像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了。